大家好，今天是二零二四年的五月十三号，星期一。今天呢，主要说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呀，中国墙里边发生的两个大的新闻，一个呢是发生在江苏省的南通，另外一个呢是发生在这个四川的成都。江苏南通的事儿，狗在这个频道的社区里边呢，前天呢是发过这个消息啊。其实，在中国墙里边呢，几乎每一天啊都在发生像这样的啊非常非常严重的涉及到这个民众的生命。 主要呢是政府作恶的这种事儿，狗呢可以确定在墙里边每一天都在发生，只是其中的这个绝大多数超过百分之九十九的都不会引发中国舆论的任何的关注。像江苏南通这样的，一度会引发中国舆论比较大关注的，只是其中的极其极其的少数，只是其中的九牛一毛。所以呢，这个中国最广大的粉红们，啊，不要呢。 很天真的认为中国真的是很安全，中国真的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那主要呢是因为这个祖国呀真的是很爱你们，所以呢祖国呢从来都是在压制、在封锁各种真实的消息，给你们制造一种完全虚假的这种所谓的安全感。今天狗哥呢也要重点聊一下，在江苏南通这个事儿上，墙里边他现在这个所谓的维稳体制啊，已经是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在很多地方，这个官方的维稳体制、各种维稳的做法和套路，真的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成熟。所以呢，墙里边的个人一旦是遭遇像江苏南通这样的这个飞来横祸，或者说呢是遭遇到其他严重的不公打压，那基本上这个马上随之而来的就是进一步的来自官方维稳体制的这个打压啊。所以呢，这种事儿呢，结果呢，现在基本上呢都没什么悬念。 你在墙里边，你如果说遇到这种事儿呢，你基本上啊只能是认命，只能是去所谓的这个配合官府，让官府呢去摆布。江苏南通这个事儿，大概的情况是在当地时间的星期五的中午，在南通中心的城区，一辆满载小学生的大巴车是跟一辆拉渣土的这个重型货车发生相撞事故，造成了惨剧。结果呢？ 是大巴车上呢，有一名小学生呢是去世，另外呢，还有这个好几名孩子呢是受伤。影片开头，我做了小视频。第一张照片呢，就是这个事情里边去世的小姑娘在生前跟她妈妈的合影。第二个是小姑娘的妈妈在这个悲剧发生以后呢，在小红书上表达她的态度。她呢是对这个事儿的真相，特别呢是对当地政府的处理方式表达了非常的不满意，还有愤怒。 他当时发誓呢，一定要把这个真相呢，要追究到底。但是呢，第三个应该呢是最新的，这位妈妈呢是在小红书上表达了态度，她呢是呼吁关注这个事儿的中国的网民们要相信政府，要相信党，在这个事儿上会给他一个合理的说法。 看到这儿，大家呢在这个评论的留言里边呢，最好呢是不要过于的去批评、去苛责这位男童的妈妈啊。她呢已经是失去了她这个宝贵的孩子。她最新说的啊，说这个相信政府、相信党，这个绝对呢也是她跟她的家人呢都遭遇到了当地政府的维稳啊。他们呢是在当地官府的严重的压力之下说的这种违心话。大家呢肯定都知道，她身为一个人。 她身为一名母亲，她身为一名在这种飞来横祸里边失去孩子的母亲，她如果说是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边，她是绝对不会说相信政府、相信党这种话的。她呢，只是在中国墙里边的这种集权的环境里边，在中国官府非常非常强大的这个维稳的压力之下，她没有办法，她呢才会被动的，或者说呢主动配合官方去讲这种话。 在墙里边，大多数的中国人，如果说遇到情况，肯定呢，也都会逼的呀，会这么去做。所以呢，大家呢也不用过于的去批评啊，去苛求。南通这个事儿，狗哥呢主要想说三个点：第一，遭遇了这个悲剧的这个家庭，大家从照片上都能够看得出来，他们应该呢是属于中国的一个中产的家庭。江苏南通这个地儿，很多网友呢应该都知道，这个呢绝对啊属于是这个中国经济最发达。 中国这个最富裕的地区之一，江苏南通，所以呢，这个城市的中产的家庭，肯定呢也属于呢是中国最正的中产阶层。但是，即便是中产又如何？即便是中国最正的中产，那他们一旦是很不幸运遭遇到了这种飞来的横祸，那基本上呢也只能是认命，只能是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家人去承担全部的痛苦。 他们在墙里边呢，得不到任何的公道，也得不到足够的补偿。这方面，我今天呢就不多说了。这个情况呢，其实呢也是最近几年来有很多中国的中产家庭，他们呢也选择移民。他们呢选择永远肉身翻墙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他们主要呢就是为了他们的孩子不要在墙里边遭遇到各种草台班子导致的危险。我想说的第二点。 江苏南通发生的这个悲剧啊，主要的责任显然呢就是这个当地的政府、这个家庭，还有其他受伤孩子的家庭。他们如果说要去追究责任，他们如果说要讨一个公道的话，第一的责任方就是当地政府。了解这个事儿比较多的网友们肯定都知道，第一，发生事故的那个路口那儿的这个红绿灯呢，它是坏了。 在当时呢，没有正常工作，而且呢，据说那个路口的红绿灯已经是坏了有一段儿时间了。第二，撞上学生大巴车的那个拉渣土的重型货车，按照当地官府他的这个交通管理规定，在那个路段本来这个渣土车呢它是禁行的，本来在那个路上在那个路口不能够出现那台渣土车，但是呢，事实上根据当地民众的反应。 渣土车呢是常年在那儿跑啊，是视当地官府的规定呢为无物，所以呢这个悲剧呢它是非常明显的，主要责任方还是这个当地的官府。中国舆论要去追责，主要责任方就应该是当地的官府。发生事故的那个路口红绿灯坏了有一段时间了，竟然当地官府呢他一直没有去修。官府他规定那个路段不能跑这个渣土车。 但实际的情况呢，是渣土车呢常年在跑，那这两点呢就可以清清楚楚地反映出来。这个事儿发生的主要责任就是当地政府他的严重失职，他的严重渎职行为。所以呢，狗文呢最近说，在很多很多人这个眼里边，整个中国的外皮看起来呢是非常的光鲜亮丽，是漂亮的不得了。但其实它的最本质还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现在随着这个中国经济的严重下滑崩溃。 那墙里边呢，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像这样的本质呢，也暴露出来，就会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付出惨重的代价。大家呢都可以想一下，江苏南通这个呢，还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这个长三角地区。你像这样的中国最有钱、中国最富裕的城市里边，你这个重要路口的红绿灯坏了，竟然长时间不修理。 你这个重要的路段，明明你规定这个渣土车呢不准跑，但是呢，在大白天，在中午时段，渣土车呢还是可以随便跑。那这样的管理，它不是这个草台班子管理是什么？中国最发达啊，中国这个城市管理水平最高的地儿都这样，那中国其他地方是什么情况？大家呢就更可想而知了。第三，狗哥呢重点聊一下江苏南通这个悲剧发生以后，当地官府的维稳。先说一下。 最近十年来，中国政府把他们这个干活的最重点，都是越来越放在这个所谓的维稳上。这个呢，也是导致他们现在呢，连路口的红绿灯都修不好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在插上有一位中国网友呢，他是对南通这个事儿发生以后，当地官府的维稳手段进行了总结。狗认为呢，他总结的挺好，在这儿呢给大家分享一下。狗自己呢也有解读，还有补充。这位网友说。 这次南通官府他的维稳手法呢，显得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老练。第一，在事故发生以后，官府呢马上就出动特警，第一时间就封锁现场。官府他这么干的目的呢，主要呢是两个：第一呢是叫这个阻断、隔绝敏感源，就是一旦出事儿，墙里边的官府们，他们现在要干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要去阻断、要去隔绝所谓的这个敏感源。 就是容易引发这个所谓的舆情，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所谓的那些个敏感的源头，像江苏南通这个事儿，它所谓的敏感源呢，就是车祸现场，官府他用警察第一时间去封锁现场，不允许民众靠近。那这样车祸现场的照片、视频这些个东西呢，就很难流传出来。那你如果说没有照片、没有视频，那这种突发事件在网络上这个传播力呢？ 它就会减少太多啊，这个事儿呢，它就不容易变火。另外，很多网友呢应该都听说过啊，墙里边现在一旦是出现这种涉及到人命的事儿，很多官府他们的第一行为呢就是要控制尸体，控制尸体，这个呢也是官方的维稳，他们要阻断、要隔绝这个敏感源的一个大招。官府他用警察在第一时间去封锁现场，另外的一个意图呢也是要阻止民众聚集。 大家都知道，有现场，这个民众呢，他才容易去聚集。官府他把这个现场呢，远远的封锁起来，用警察呢，远远的隔离，那这个民众呢，就不容易聚集了。民众聚集不起来，自然呢，就很难出现官府他最害怕的这个所谓的啊群体性的事件。第二，这位网友他观察说，南通这个事儿发生以后。 官方发了出版通告里边呢，说只有一个人重伤，现场没有趣事了。一天以后，官方他这个通报呢才承认有趣事了。这位网友认为，官方这么做呢，他不是想隐瞒，他们主要呢是为了降低突发舆情的冲击力。狗哥的看法：墙里边发生这种事儿啊，各级官府他们的第一考虑绝对就是去隐瞒真相啊，没有例外，各种去隐瞒真相，各种去。 操纵、修改数据、修改真相，这个绝对都是墙里边各级政府，他们在第一位、首要去考虑的。很多事儿都是他们实在是这个瞒不住了，他们呢才对外去发布一些经过这个操作的所谓的信息。但是呢，这位网友他说，南通这个事儿发生以后，官府发布信息的这个手法是在有意降低突发舆情的冲击力啊，他这个观察呢是没有问题的。 南通这个事儿，它为什么会在中国舆论里呢？一度是变得很火，主要呢就是当时这个事故发生以后，由于当地的官府他没有及时的发布消息，所以呢，在网络上导致呢一度有传言说这个事故造成的去世的孩子的数量呢有很多。大家都知道，但凡是像这种涉及到这个孩子的灾难，那肯定呢就特别容易会成为大新闻，所以呢，在当时一下子就成为。 中国网民最热切关注的一个话题啊，江苏南通这个事儿。然后当地官方他发了第一份的通报，说没有孩子去世，只有受伤的正在医院接受救治。这样他这个事儿的冲击力一下子就减弱了太多。有很多网民呢，他就相信了官方的说法啊，大家呢认为啊这个事儿呢既然没有去世了，那这个事儿呢可能呢它就不大，所以呢就不太值得去关注。 再加上墙里边那个社交媒体平台，它配合官方降热度，所以呢，这个事儿的热度它一下子就降下去了。但是呢，现在可以知道，当地官府发通报的时候，最开始就是在故意的撒谎。事故发生以后，可以确定有一个孩子在现场呢就已经是去世啊，就是影片开头的那个小姑娘。 但是呢，官方在他的通报里边说呢，还在医院接受救治。这个呢，就是官方呢他在故意撒谎。官方一开始这么干，就是刚才说的，他就是要故意去淡化这种伤亡的情况，这样呢，他就可以在这个舆论里边呢降低这个事儿的严重性，就可以在舆论里边降低热度。第三，悲剧发生以后，说每位学生的家属，官方呢都派人去专门盯梢，据说呢。 还把一家人都分离开啊！政府的工作人员是男丁男，女丁女。一方面可以防止这些家属呢有什么这个过激行为，同时呢也可以阻止他们接受媒体采访，特别呢是阻止他们接受外媒的采访。那这个呢也是要从源头去控制这个所谓的舆情发生。第四，事故发生以后，南通官方呢是连夜去检查，连夜维修城市里边的所有的这个交通信号灯。说目前呢。 是把这个事儿的锅扔给了那个渣土车的司机。这个呢，是一位中国网友啊，他总结的南通这个事儿发生以后，当地官方他一系列的这个维稳的做法。其实呢，还有一招啊，这位网友呢，他这没有说。狗哥才刚才说了一句，就是墙里边的社交媒体平台，他们呢是在官方的要求之下，对这个事儿采取了降热度、限流啊这些个做法。像那个小姑娘的妈妈，她在小红书上的账号。 狗狗自己呢根本就搜不到、啊、这个呢就是墙里边那个社交媒体平台配合官府作恶的一个典型的做法。所以呢，江苏南通那个事儿啊，结果呢也就这样了、啊。当地的官府给这个小姑娘的家人一点钱作为补偿，然后她的家人们就只能呢是认命、认倒霉啊，也不会再发生了，也就这样了。两个星期之前。 发生在广东的那个高速公路塌方那个事儿那么严重，结果呢都是这个不了了之。南通这个事儿，在中国官府看来呢，这个呢就更不算是什么事儿了、啊。所以呢，这个墙里边的官府，他们这个草台班子加上强力的维稳，那这个导致墙里边普通人、普通民众、普通老百姓的命啊，真的就是韭菜价啊，真的就是韭菜价。 一钱不值，这个呢是在星期五发生在江苏南通的悲剧啊，就聊这么多。在星期天，昨天四川省的成都又发生了一起这个规模比较大的群体性的事件。这个事儿大概的情况是，当时在成都的市区有一对老夫妻啊，都是六十多岁，他们开了一辆这个吉普的越野车，应该是这个吉普的牧马人。这个车在墙里边那个价格呢，应该是卖五十万块钱毛币左右。那按照墙里边现在的标准。 这个呢，根本就不算是什么豪车啊！这个吉普的牧马人，但是呢，一对六十多岁的老夫妻，他们在墙里边开这种车，中国的网友都知道，这个情况呢，绝对是很少见。据说在当时呢，有一个路人啊，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士，他是伸手摸了一下老夫妻开的那个牧马人，然后呢，老夫妻呢就斥责他说：“你摸什么摸呀？你手怎么那么欠呢？”结果呢，这两边呢就吵起来，然后。 在现场围观这个吵架的群众里边呢，就有传言说，因为摸了一下那个车，车主老夫妻呢就要求那个男的要赔偿这个一万块钱。车主老夫妻呢还宣称说他们的儿子呢是市长。很快，这样的传言就引发了当地更多民众的聚集。很多民众聚集，主要呢都是在关注、在斥责那对车主老夫妻。再然后，当地警察赶到现场，也被这个聚集的民众呢是包围，还有阻止。 警察呢也不能把这个当事人呢带离现场。昨天这个所谓的群体性事件可能是持续了超过一个小时，后来呢民众就散了啊。这个呢就是昨天成都发生的这个所谓的市长妈妈事件。今天成都警方对这个事儿呢是发了通报，这个通报里边的最重点信息说呢，关于网传的老夫妻他们的儿子是市长啊，家属是当官的，要求赔偿一万块钱。 这些个信息经查均不属实。说公安机关呢已经依法对造这些谣的两位男士张某、赵某某予以行政拘留。现在呢还不清楚啊，这两位他们是当时现场围观的群众，还是关注这个事儿的这个网民？这个警方通报的最后还有标准的要求：中国人呢要不信谣、不传谣啊，如何如何？那昨天成都那对儿。 开吉普牧马人的老夫妻，他们到底是不是什么那个市长的爹妈？这个呢，狗哥呢也不清楚啊。现在这个情况，墙里边呢肯定也没有人呢敢去查了啊。如果再有人去查，大概率呢也要被成都的警方呢是抓起来。狗哥认为这个事儿它的最重点，就是可以观察到墙里边现在什么样的事儿最容易会引发普通中国人的这种愤怒的情绪，最容易会引发中国官方最害怕的。 群体性的事件，第一个就是炫富，这个呢是最容易引发中国人的这种反感和愤怒的情绪。你像昨天成都这个事儿，肯定就是这个摸一下车就要求赔一万块钱，肯定是这个说法最开始引发了大量路人去围观、去聚集，还有愤怒。这个呢就是炫富会引发中国人最容易引发的那种仇富的心态，然后。 他们的儿子是市长，这个呢是市长的爹妈，这个事儿呢是当官的炫富欺负普通的老百姓，这个呢就是一种仇富的心态，再叠加上仇官的心态，所以呢就引发了昨天成都的这个所谓的啊群体性的事件。这个呢就是狗哥呀在今天重点的观察。现在在墙里边，你像江苏南通这种事儿，还有两个星期之前呢广东高速塌方这种事儿。 这种事儿呢，基本上都不会引发墙里边的这个大规模的抗议。墙里边现在最容易引发这个所谓群体性事件的，最容易让这个民众聚集的，就是昨天像成都这样的啊。你如果说刺激到中国人最普遍的这种仇富、仇官的情绪，才容易搞出来大事儿。当然了，这个中国人里边最普遍的还有一种情绪，就是仇外的情绪啊。所以呢，这个仇外。 仇富、仇官，这个呢是很多很多很多中国普通人自古以来都有的三大主流情绪，也是他们最容易刺激到的这种情绪啊。好了，今天呢就聊这么多啊，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咱们明天再见啊，拜拜。